乌黑又开始，又开始欺负对面的人了。他跟着大船打就是不会输啊。等一下啦，我等一分钟。这个机器也开始玩这个套路啊。你来露娜。我来用敌人机。不知道有手砍没？见狄仁杰吧，愤怒的厮杀。你好，叫我。我确定了没有？还没点确定呀。七七现在用亚瑟，我有这个成就皮肤啊，还不错。这98块钱好贵呀、贵族六。我现在贵族四吧，贵族六干嘛要送狄仁杰的？你可以送给别的。这个大帅应该是玩了很久了吧？是吧？应该也是充了好多，应该是好多英雄都有皮肤哎。对面的是关羽。我完喽，没有人支援我一下吗？没人辅助我一下吗？我是个射手耶。我打红霸虎，你们不要干扰我。野怪不把他打掉吧，留给他发育。有时候我自己打都喜欢把人家野怪打光了。我错，什么玩意儿？居然敢捅我！等一下再过去，先躲草丛里，等待时机啊。扔的好溜。我要死了。这老高的，被他顶来顶去没招了。这开始的工粉一直抓我，不是，这样子死太亏了。打个一，没办法，没血，跑不掉了，也没有闪现，就是拼了命的往前冲。不过还好，死了也太走了个宫本，宫本也是看到我被关羽抓得快死了，还想冲过来
抢个人头。你的新品我定了，去上路吧，上路人多。别让我定到。你又想顶我，你又顶我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地方跑了。哎呦我去！我冲太前面去了，还是发育吧，烂蛋烂，这样再这样烂下去会烂输的。这边有个鲁班，看看能不能把它解决掉。跑掉了，斩立决。这个关羽好烦人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就想让媳妇把我给砸死，我可不吃。给我学，打个红吧。这家伙太烂蛋，哦，被困住了。333。三，完没血跑哪里去了？这个小怪打不死，真是残酷。
很吵，然后这个家伙专门想扔媳妇给我，我不想要，又不是真媳妇是吧？他这个扔个媳妇过来是会死人的。哎呦哎呦，死了死了！这下子真是被他扔死了。好溜，东跑西跑。用来打野好快。还想跑？先放过你们一下，我回去吧，再不回去不打了，不好打了。大神开始发威了，刚夸一下又不行了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从分数很后面啊开始飙上来的。我去，对方鲁班经济有多高？6800，比我高1000。我都没有破甲，哎呦！几把打起来真累，没有像刚才那前面几把打起来有那种还能玩人家的感觉。那个亲戚，这么快就没血了？打你，我只是为吸血而已。给我五点血吧。
现在应该还都可以打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这什么玩意儿又跑过来？哎，我球就这么点血啊！这个技能是可以解除一些东西的，是吧？是不撸掉怎么行？你玩还想用一炮抢，门都没有。这边的谭氏，谭啥氏？终身大事。去打要捞下那个主宰吧，主宰才是我们所想要的。我操！怎么全捞到我身上来了？我宫本最讨厌了，一抓一个准。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团灭了，要团灭了，就剩一个了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，我们还有希望，他们还有四个人啊，有一点没一点的，不过他们现在好像没有人去打主宰，这么多时间你们不打主宰，你们会后悔的，最多给你们拆掉两个塔嘛，有什么用？太老了，这宫本打不死啊！我操！你妈的！不要告诉你个带媳妇的，老是撸我，老想那么送媳妇给我，啊。靠，两个长沙扔到我身上来。不行了，他们还有四个人哎，别上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打不过的。你们一下子怎么这么强势哈、啊？打个匹配还能遇到这么强？第三波龙，清完这波龙，你就可以继续放牛。哦，
怎么又来？他老抓我，好烦人。刚出去就被抓。我操！亚瑟好危险！我操！我打了三个八，厉害吧？八八八八，一直发。我操，这也被你抓到，我没救了。啊，好烦人啊，老是被棍棒抓呀！能不能让棍棒放过我？一被抓就死。搞死这个十公分，我都把它养肥了。我死八九次，有一大半死在这个公分身上。我靠！我靠！露娜带个这玩意儿挺有用的哈，好像。关键时刻还能保命，是吧？趁着时间把那个暴君给他撸了吧。根本解决了，剩下就不是问题了。不行了吧，这人不行了吧。这光影不要加了。加都不要，光影到处乱跑干啥？好的，收工。15连胜，牛逼呀！